六号杨敬敏，阿美 eleven 十一号阿芬最后 finish 没有进，阿敏跨步进来再分，小敏拦底下没有摆进，从后面被拨了一下，这球杨敬敏抄下来，掉给穆伦斯，哇，这一球是力道过大了，明哥应该是想传给我。我就在那个位置，弗伦斯拉下就防守篮板，超球的卢冠良，就不必要在前面先做犯规了。磊哥前面是让他练中距离跳投，不是练罚球。阿敏这边对抗过后的中段。这一次的协防，阿吉就是只有协防了第一拍就回去底线找自己手的。来到台中，完成这个三分挡。阿米两个假动作，再把球给回出来。弧顶，这是穆伦斯擅长的位置，马上就来一个三分球。看一下最后的球权在新北国王这边。哦，这是杨敬敏的神奇助攻，找到了前面的苏志轩。让前面的苏世轩可以接球后直接上篮。传的点落点真的非常好哦。那当然，前面陈正杰也是在判断说要不要过去帮忙做增强。那但是其实，在做这样的犹豫的时候，后面就已经有人先偷跑了。下次阿敏应该可以再做得帅一点。阿吉留给阿良在弧顶的位置，给了德威的掩护进攻犯规。来看一下这个脚步上面有一个接触，一个舒适圈，在一个篮底下的一个急停脚步都做得非常好。谢谢你哥。这边超节后快攻得分的是简佑哲。机会跟出手的机会。啊，你看板凳上林书伟跟杨敬敏，这个叫乐得轻松啊。这个对，时间到点。来访的新北国王，最后是以90-73在客场